同学们，第一堂课开课喽！对，今天要帮大家上的是30天必修逆龄学分。如果你有松垂垮的易老脸问题，一定不可以错过哦！一定可以的！噔噔噔噔，这就是老牛今年研发的新品哦。就是我手上这顶30天逆转青春时空胶囊，没错。很多妈妈都在问说，是不是只有妈妈可以擦这个产品？她女儿不能擦。是。对，只要你想变年轻变漂亮，你都可以擦这个产品哦。因为阿妈用完有可能就变妈妈了。对，妈妈擦完就变女儿。对，而且它里头满满的植物油，非常好的滋润度。而且最重要是它里面完全不加任何滴水，而且连防腐剂跟色素香料、香精也都没有添加，敏感性肌肤都可以安心使用哦。对，而且它一颗一颗的啊，携带方便，可以走到哪擦到哪，连大公车过马路都可以拿来擦。没有错。当然 ，Tim 老师都准备好了，而且我们的 model 也都准备好了哦。对啊，所以大家一定要赶快做好笔记哦。几个简单步骤就能完成保养喽。好，那我现在的话就为各位示范让保养加速吸收的脸部按摩手法。首先的话，用你的中指在你的下眼的地方向上拉提，往你的太阳穴方式、打勾方式做一个拉提。那第二步骤的部分的话，我们就用按压的方式，在太阳穴地方停留1秒钟的时间。那第三步骤的部分的话，就是用食指跟中指从你的前眼头跟你的眉骨的地方一样向外拉提，到你的太阳穴。到太阳穴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第四步骤，一样在按压，停留1秒钟的时间。这样总共4个步骤呢，为1个循环。那我们一闭眼睛的部分，只用2到3次的循环，这样子就可以了哦。好了，既然你都这样问了，其实胶囊的话还可以搭配任何产品做使用哦。对，而且还可以当做妆前打脸，让你肌肤更有光泽。而且啊，我还有一个小秘密，就是我都会拿来擦头发，不要看我头发这么大，非常的柔顺。如果想知道更多保养资讯的话，记得锁定我们下一次的保养小教室哦。拜拜。